那或是因为打牌输了，把这支18年的国米圈置换积家小丑，说戴在手上至少还能撑个牌面。人一旦沾上了赌博，轻则倾家荡产，重则家破人亡，所以一定要远离赌博，坚决抵制。还是出去转转，出去转一圈钱就来了。也不是转一圈钱就来了，转一圈你今天是肯定不会干什么好事，懂吗？反而出去玩是最省钱的。对，这个道理是对的。边上吃饭。现在就要回王外飞啊？没有，先回家。香烟是在家里顺的。可以的，小伙子。这国米现在就归我了啊。嗯。来换一个，积家小丑带着王外，他的日历啊，这个表的日历要借助这个工具的。侧面方向大概是2点钟位置，这缩一下来这一下。然后这个是动图。他能看到这个动力组成的，嗯，算是满意，风格完全就变了，嗯，已经接受了，已经接受了，嗯，好，单子开给你了，就拍下去，三哥，拜拜。